我希望齐轩跟我能够站在一样的起跑点上，这样我们两个才能公平竞争。8天14个小时，25天，我没跟你见面。等到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齐轩会回报你的。我跟齐轩之间的事不用管，至于你，只要你开心，对我而言就是最好的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上9点，钟无艳。我就要